听到感冒。这个不是我人的。我死了。王思祥，广东高州，22岁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叫我爷？难道你就是死神？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死神。连你都有可能出现，怎会没死神呢？行啦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带路者，跟我阴间啦，你要行的路还很长。阴间？为什么我不可以上天堂？天堂？所谓的天堂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美好的地方，只不过是宗教说法而已。而我是一个带路者，我的责任是带队去到一个属于你的地方。好了，人都死了，是应该要去的。你的字母燕，我都死了，我还去吸吗？人都死了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不是啊，那算了。咪住，这么年轻就死了，你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回忆的？值得回忆的事，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那就要从我初恋开始说起。那段感情是多么甜蜜，多么天真。可惜人啊，长大了，成熟了，大家都变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还有很多要讲添，父母啊，朋友啊，工作。关于工作，我人生都不是多顺利，想追求梦想。没有啊。没有什么没有啊？没有什么没有啫？没有出现过。什么没有出现过啊？我说的是你手上拿着的那支烟，在你的回忆里面完全没有出现过。烟在我人生里面有没有值得回忆？你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但在你回忆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过不值得提。而他就咁攞走咗你嘅生命，三弟。
的影片它是一个微电影，就是短短五分钟的微电影。这是我在五年前看到，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30岁拍的影片。那我在五年前看过这部影片之后，我就其实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对，然后直到来上这门课的时候，我就就突然间想起这部影片，然后印象说，他好像也没有做什么音乐声音的设计比较少。对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拿来给他，就是配一些音乐，感觉应该还不错。那为什么是不值一提的？到底不值一提的是什么？那为什么他